两个小时之后，14 Pro Max 和13 Pro Max 都是耗电 20%， 非常一致。 iPhone 14的掉电最猛，直接耗电 25%， 华为这一轮呢最省电，只耗电了 17%。 我们再继续播放电影，看这几台手机最终能坚持多久。在继续播放了1小时11分钟之后呢， iPhone 14最先关机，总续航时间6小时57分。其他手机里面，小米 12S Ultra 也只剩1%。在坚持了6分钟之后也退出了比赛，总成绩7小时0.2分钟。现在呢还剩14 Pro Max、 13 Pro Max 和 Mate 50 Pro 三位选手。在连续播放电影5小时10分钟之后，13 Pro Max 也终于没电了。它剩的17%的电量，坚持了将近2个小时，确实非常的耐用。它的总成绩是8小时56分钟。现在还剩两台手机继续坚持，它们的电量一个是10%，还有一个是8%。比赛继续，在播放5个小时41分的时候 ，Mate 50 Pro 也正式下线，它的总成绩是9小时28分。此时14 Pro Max 还有4%的电。让子弹飞呢也看完了，我又换了一个电影。在连续看了6个小时之后，14 Pro Max 终于没电了，它的总成绩是9小时47分，接近于10个小时。这个表呢是总成绩的排行， iPhone 旗舰系列的表现依然是稳如老狗， Mate 50 Pro 的表现也还不错。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小米 12S Ultra 4860毫安的电量，结果跟 iPhone 14的成绩差不多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手机的个例。接下来我们再把5台手机的电量从零充到100%。苹果手机用的是自家的20瓦充电器，另外两台安卓手机都使用的是原装快充，实际测试出来的结果如图。两台安卓手机的成绩比较接近， Mate 50 Pro 最快，完全充满只需要45分钟， 12S Ultra 则需要50分钟，都是1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搞定。而 iPhone 这边， iPhone 14是1小时45分钟充满，13 Pro Max 是2小时，14 Pro Max 是2小时零10分钟。所以呢，虽然14 Pro Max 的电池最耐用，但是它的充电时间也是最长的。整体来看，我觉得 Mate 50 Pro 在这5款手机里面，续航和充电的综合表现是最好的，续航时间足够长，充电速度呢也足够快。不知道这5款手机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